天规第1367条规定，下界需要通行令牌。哎，做什么？哎，你不给我令牌，我怎么下界呢？啊！被他吸引的感觉。天界守卫，只认持本人令牌者。他人不可盗用，他人不可盗用。你这张脸，这脸怎么长得这么漂亮？叶檀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到底在说什么呢？我是说，都说这神君心怀四季，体恤众生。那你也扯爱扯爱我吧。你休要巧言令色，谄媚本君。休要巧言令色，谄媚本君。天规上写的清清楚楚。向神霄玉府递交公文，待确认下界原有无误后，便可发放令牌了。才发你临时令牌，那至少要等上一段时日了。你怎么了？我等不及了。你吃什么了？来嘛。你吃了芥末果实。神君，我起来。你可知这芥末果实又叫凌霄禁果，是帮助那些想要繁衍后代的神族仙女们灵修用的。